念老的浊气自然严整，一直到无有忧失这些大段，其中菩萨种种妙德皆因摄得其中而自然成就。摄得其中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学佛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大家想法、看法、做法都偏了，偏了还可以原谅，如果走邪道了，那就不能原谅了。有没有偏邪呢？偏邪的人很多。所以诸位同修们一定要细心观察，他讲可以听，有不少我们的同学在讲经把录像带寄给我，给我看，我看了很欢喜，有时候也赞叹几句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可是以后有人告诉我，他所行的、所表演在现在外面的，跟他讲的不一样，这就是他没有能够得其中。不是偏了就是邪了，所以诸位啊，观察到偏邪，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他讲经可以听，他的行为不可以去。不少啊，早年我还常常回顾，每一次到北京我都去拜访宗教局，叶局长对待我很好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法师，国内有不少你们佛教界里面在家出家都有打着你的旗号为非作歹，做很多错事，他说这个你都不知道啊。我说我真不知道，不是假的，在这个我们宗教局来处理。我说谢谢你所以今天说法的人跟过去不一样啊，古时候真有修行不但你会讲你讲的像个样子，你要有修行证据拿出来，人家才相信你现在会讲的人很多，真正能够做到的，不要说别的吧，三皈五戒都做不到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会讲，他做不到五戒十善，那就更不必说了。讲的跟做的完全是两回事情，这很可怕希望同学们要多多留意，发现他讲的跟他所做的不一样，你用什么心态来对待
啊，真正学佛的人对他讲的不必赞叹了，到此为止不再赞叹了，你仔细听，没有人继续再赞叹他，他讲的东西与经教相应，可以听，你要不想听也可以回家去读经，看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好啊，啊，不去听，他这个道场慢慢听的人少了，觉悟的人多了，他就会反省，他就会忏悔，回头是岸。我们希望他能够回头是岸，好啊。所以我们学习无量寿经，这是第14次啊，我讲这部经，前面十次我是用李老师梅注讲的，讲过十遍啊，用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这个注解我讲了，这一次是第四遍，注意看到第四回，第四回的讲法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着重在解释经文啊，这一次着重在修行，我们怎么落实啊？所以时间拉长了，你看这一遍呢讲了三年了啊，前面三遍都是一年完成的啊，标准的时间大概是1200个小时啊，过去用一天讲4个小时，一年讲完啊，现在年岁大了啊，大家也很爱护我，怜悯我啊，要求我讲2个小时啊，养养身体，我也接受了啊，所以我们这一遍呢，今年是第四年啊，我们还是用这个方法，为什么？学了经教不能落实，不能变成自己的见解、思想、行为，那是白修了。如果拿这个去骗人，搞自己的名闻利养，那是帮助他造业，这个不好啊。所以同学们自己听这么多遍了啊，应该能够辨别邪正是非得失，那我们有这种能力，就不会受这些偏邪的害处了。啊，我们只受益不受害。啊，没有人讲，我们都在网络上可以看到，时时刻刻可以看到。啊，网络没有时间限制。啊，还有不少同学做成光碟，光碟的流通，这个随身听的流通都很好。啊，一定要遍数多，多听。啊，这个方法非常契合我们现代人的根基，因为现在知识爆炸，
我们接触的面很广，多半都是负面的，佛法也不例外啊，正法真的是越来越稀少，越来越可贵啊！我们守住我们的本位，大家在一起学习啊！别人讲的，拿着我的名义，也不要完全相信，因为你会上当，你会受骗啊！我说了也不能算数，这就对了啊！要释迦牟尼佛说了才算数，阿弥陀佛说了才算数啊，我所赞叹的大家都要打个问号的，是不是真的啊？你可以细心去观察，观察觉得他没有遵守三规，没有遵守敬业三福，我们就不要再听他的了啊，再听他的旧的东西多听几遍有好处，也能要是一心专注也能开悟啊，一遍一遍听，十遍没有开悟，二十遍开悟，二十遍没有开悟，三十遍开悟，古人叫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开悟啊！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无量寿经念三千遍？你念三千遍你就不会上当，为什么？真的假的你一接触就明白了啊！经要多读，然后看注解，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把这个注解看三十遍，然后经也不必听，也不注，也不必看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肯定往生。我们这一生修佛大功告成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